中气不足啊，你不能对着话筒一点的。我是1968年的猴，就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就是那个肺上检查有一个小的结节。对了，看见了，右边，心靠右边。对对对对，就在右边。看到没有啊？对对对。那就是那个神经系统也是。对，睡眠也不好。对对。失眠。就是睡觉很差，然后那个手脚。我都看到了。你的脚都不好，关节也不好，你听得懂吗？ 对， 对，手脚都没有力气，并且有些萎缩的症状。看见了。所以我因为我是小孩，这个小的就身体比较迟，太小，才6岁。我这几年是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，我很担心自己养大他，非常大压力。但自从说了心理法门以后，就好一点，好很多很多。念经念了不啦？念了。我看你家里倒还蛮干净的，我家里倒弄得很漂亮。就是。佛堂还要再重新设置更大一点，因为我把台长的。你家里大，佛台弄得这么小。没有，我现在要请台长的观音菩萨，还有观音菩萨。那刚才我开光过了，你赶快到门口去请。对，我是。明白吗？免费接缘，全部大家自己拿好了，供在家里非常好了，最好配个镜框，你听得懂吧？你年轻的时候赚钱赚得太厉害了，就是说了你有点偷钱了，听得懂吧？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做了很多错的事情。现在知道了，我非常你在我面前都是透明的，你们做什么事情，过去、今后、将来，我都全部看得出来。所以在我面前最好老实一点，要大忏悔，每天念3遍礼佛大忏悔文。对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你寿有点短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希望台长能够帮我加持，因为我帮你延寿。你真聪明。不是，把我的寿给你好吧？我自己会好好去。好好修，放生都延寿的呀，听得懂吗？我需要放多少？我现在是。在加拿大，我没有，我在北京呀，北京的。我还不知道你。在北京的同学们，他们报加拿大这边不让放生，比较困难。我就找北京的同学的肖阿姨帮我转发。肖阿姨转的蛮好。对他们非常好。然后呢？100条。初一十五100条，如果是多的话，我就再加。现在放一共放多少条了？有放了有2-3个。你们没有到香港那次去听台长的大会啊？哎呀，一个小孩子一生都判死刑了，1万条1万条放啊，什么病都没了，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不要太节约，自己家里花这么多钱，给鱼也花点钱吧。我肯定会放，就是台长，你告诉我放多少条面，多少斤。我看你至少要10000条。好。好吧，你努力一点啊。就是我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我现在就想。因为我刚刚看到你肺里啊，这个地方啊不是太好，非常有扩散的可能。我讲话很实在的，而且你的命不是很长，折寿，就是说你可能为了某一件事情，你当时非常的执着，做了很多的错事，听得懂吧？你必须要忏悔，而且要延寿。延寿念什么经知道吗？圣无量。决定光明王陀罗尼很短的，你每天最好念49遍，而且你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消灾延寿。我一许愿放多少条鱼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。好的，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，因为小孩才小的才6岁，妈妈也靠我养老送终，我特别大压力，很希望。这个的压力，靠你这样就没有压力了，靠你这样就没压力了。你以为你哭哭你就死不了了？念经呀，台长今天把这么好的法门送到你这里来，可以延寿的呀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有了观音菩萨，你还怕什么？我不怕，我一路过来你就没有了。我不怕，嘴巴里说不怕，心里慌得不得了，说你修的还不好。你去看吧，真正求观世音菩萨的人会怕吗？不怕呀，告诉你，你看很多人学净土宗的，人还没死了他就需要上西天，对不对呀？
不要怕，不是，好吧？啊，人家判死刑的人全部念得好的，明白了吗？你找到台长真的是，哎，我也不想多讲了，反正我不知道算哪辈子修来的，真的，你啊，这条命有救，好啊。不能再问了，自私自利啊，就是你的毛病啊，过去就自私，现在。